你有没有一直坚持的事？我有一件一直坚持了很久很久的事，它占满了我整个青春乃至人生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们告诉我，你的身体不允许你继续坚持下去了。你是选择放弃，还是为了坚持而做出改变？我不想轻易认输。我开始进行体重管理，秘诀很简单，就是四个勺加八杯水加半小时。运动加营养是科学的管理方案，吃动平衡才能维持健康。随着体重从88公斤降至75公斤，我身体的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虽然有汗水，但我也收获了更自信的自己。我又可以继续我的坚持了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美好人生的重要前提，值得一辈子去坚持。